哦，还有艺人宋心凌是这一下子真的分手了，跟这个发型师男友 Andy 呢交往了3年，也曾经上了节目高调的示爱，不过现在传出来他们已经分手的消息。男主 Andy 证实了，这个月初呢，宋心凌主动的提出要分手，也已经搬离了两个人同居的住处。而其实呢，宋心凌和 Andy 交往期间，不时传出来 Andy 花心的绯闻报道，但是宋心凌还是力挺男朋友，而且呢，跟 Andy 还有前妻生的两个小孩都相处融洽，甚至一度传出她怀孕的消息。不过周刊报道说，宋心凌呢最近跟前绯闻对象吴宗宪恢复了密切的往来，有可能就是造成的宋心凌跟 Andy 3年情断的主要原因。不过吴宗宪则是回应了，这不关他的事情。